刚刚出锅啊，猫眼螺和这个章鱼咱炒了一下啊。猫眼螺啥都不用去啊，除了这个壳和这个钙片不能吃，除了这个壳和这个地方不能吃，其他地方都可以吃啊。你就喜欢吃这个头颅，煮了大概有15分钟，特别好咬啊。Yeah.